君上，据我所知，前几日在堂上对丑娘娘提出异议的大臣，于昨晚齐聚左总舵的私宅，最后晋王殿下还亲自去了。看来他确实是着急了。另外，上次您和丑娘娘城外遇刺一事，属下顺藤摸瓜发现，行刺一事与晋王也有关联。但属下无能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未发现出晋王以外另一波行刺者的身份。既然证据确凿，倒不如等上钩的鱼多一点，再一网打尽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啊，好舒服啊！嗯，啊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你们别删了，我倒是凉快了，你们热的一身汗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娘娘，奴婢不热。嗯，娘娘凉快了，我就凉快了。嗯。这大夏天的这么热，我这条命都是冰给的了。嗯，舒服。嗯，娘娘，娘娘，嗯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不能靠着这个。我要和你干嘛？哎呀，娘娘，你不能靠着这个。啊！我突然间想起来，你这两天来月信了，你不能碰凉的。啊啊！对对对，娘娘。您来了月信，不能碰凉的，对，不然容易腰酸背痛，落下病根，还容易怀不上小王爷的。丑娘娘，你来贫教有何吩咐啊？你带我去给君上取些冰。是，娘娘，里面请。娘娘，您亲自来取冰，可是有什么用处啊？你就带我取一些可食用、杂质少、易击碎的冰就行。哎，不要给我老冰哦。好嘞，您跟奴才来，奴才呀。带您取上等的。嗯。前面就是了，娘娘，里面请。
娘娘，您呐就在里面好好挑选挑选。喂，开门啊！这娘娘怎么还不回来？我就说不能乖乖听娘娘。米七七，米七七，哎，不对啊，这到冰窖的距离也不远，怎么还没回来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连翘，啊，你去君上那儿看看，看看娘娘是不是取完冰直接去了他那儿。我们分头找。将你们也过断了。七七，七七，七七，七七。你没事吧，七七？七七，七七，听得见吗？你看看顾，周经理，醒醒！
姑来了，你给姑醒醒。居上，阿恒，你醒醒啊，阿恒！
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。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大人，这。奇就奇在，那奴才的右腿上并没有伤，而那伤明明是属下亲手留下的。那会不会这个人只是个替死鬼？你怎么出来了？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？我只是想找到凶手，替阿恒报仇。你不舒服就回去躺着，别逞强。我没事。之前听洛九晨说有一种奇术。奇术？君上说的可是异形术？可是那术法只有巫族人会使，异奇并未有人懂此术，更何况在这王府之内。这只能说有巫族的人混入了王府。属下失职。巫族的人？三生花到了异奇。三生花，现在谁担责任事小，揪出真凶是当。是，连夜筛查各殿各院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。属下马上去办。妾身恳请君上，让妾身跟魏大人一起跟进此事。此次事件复杂，谁都有可能是凶手，故不能让你以身犯险，更何况你身体还没缓过来呢。妾身不能再袖手旁观了，为了我自己，更是为了阿恒，我也要找到凶手。听话，好好休息。求君上恩准。搜院，说是死了个人，正挨个搜寝院呢。你慌什么慌？人是你杀的？娘娘，怎么会是奴婢呢？奴婢一直在逸轩院，哪儿都没去。行了，他们要搜便搜，别来打扰本院休息。是。给丑娘娘请安，见过魏大人。奉君上谕令，搜查刺客。是，大人搜便是。只是刚才娘娘打过招呼，今日身体不适，别打扰了娘娘休息。此次搜查，上至善泽殿，下至奴才房间，一处不落，全都得搜。回大人，娘娘再怎么也是个女子，这样搜院……君命难违，打扰娘娘了。哎，我来。娘娘。没事。林妃姐姐，打扰了。深夜赶来，林妃姐姐，这是睡了。今日
您一直在屋。可不，现在这天啊，一天比一天热得厉害，又没有什么旁的事可以做，不像妹妹天天染溪院龙涎殿来回折腾，免不了受累啊。我今天来是要找一个人。妹妹这话的意思是，这人藏在我屋中。他的神态竟与三生花有几分相似。屋外你查过了，屋里你也看过了，正如你所见，没有他人。啊，本院这身体着实是乏得慌，能否让本院休息了？还不能。妹妹是想如何呀？林妃姐姐可否把您的右腿给妹妹看看？放肆！本院的身体只有君上，君上准了，那就由不得姐姐了。莫非是妹妹觉得我是你们要找的人？行，我让妹妹看。若是没有，从今往后，你休想踏进我。昨晚连夜搜府，没有。
本殿不明白林妃所说之事与本殿怎能扯上什么关系呢？太妃果然是贵人多忘事啊。当初您说让我表示表示结盟的诚意，我听说这丑青离一直在调查尹妃的事，您暴露在即，我按您的旨意帮您去拔掉丑青离这颗刺，这事您不记得了？你除掉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婢女，就大摇大摆走过来谈结盟，哼，笑话！本殿是一旗之母，林妃以为随便动动嘴就展示出诚意了吗？说来说去，不就是因为丑青离命大，躲过一劫，所以您才不认账的吗？我在想，要是吕敖知道，他额娘当年是怎么被你害死的，你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笑得出来啊？本殿早已同林妃说过，尹妃与本殿毫无瓜葛。再者说，你手上没有任何证据，单单凭借你的三言两语，就能让君上怀疑本殿吗？林妃怕是也太高估自己了。好，我们走着瞧。